一样大，跟屁生日快乐！有没有想要迷路啊？有没有用星星来对对那个路线？我感觉眼镜好像另外一波攻击，好可怕！是来被毒死。上点菜，上点菜。上点菜，上点菜。看你啊，看你啊，你是我。主菜，先看主菜好了。再下一页，下一页。先声明，那不是我做的，那是店员给我们的，我们知道。就你看衣服的颜色就知道那个，你就知道了吧？姚记的吧？姚记说要就是用画一些黄色的东西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阿豪把有个东西画特别大的。完全是意外，意外意外。好，谢谢各位。我不善言辞，大家知道。我知道你家上很常用手来做动作，不是玩。